从事铁工将近40年的王进南，退休了后走找事业的第二春。伊看准茶花产业的市场潜力，投入茶花园的经营，规划无同款的生活。茶花伊都一个好处来讲，伊开出来花足大蕊吼，啊水啊，就是安尼为着看到水了后，才开始来种啊呢，来研究啊呢。为着要学习茶花的特性甲栽培技术，王进南透过看册甲看图鉴，加强栽培管理的专业能力，并且透过试验甲观摩，了解阳明山土上佳适合种茶花。你甲压落，伊个水就随渗透掉去啊，袂讲一直掉伫内底。啊，咱一般咧用的迄个培养土吼，伊落伊内底含水，所以讲根就了就烂去啊。茶花适应力真高，加上开出来花蕊真侪种，容易开发出新的品种。经过品种改良以及环境气候的适应了后，慢慢南部嘛会当种出真水的茶花。接的你有的该会接白接红的嘛，但是伊这个完整哦，会开出来花吼，有的一丛开出来有上侪敢有三色啊四色安尼。王进南表示，茶花的品种真多，罕见的黑贝拉、黑魔法、乌色茶花的品种，真受到民众的喜爱。价钱嘛比一般的色水较悬，尤其是情人节品种是茶花之王，价钱爱上万。因为伊花水啊大蕊，啊过来就是讲伊芽点足少，你要搁栽培新的这个茶花吼，伊的成功率少，啊少伊就贵。伊用茶花比较适合苗栗以北生长栽培，但是近年来慢慢往南来发展，因为接受度高，需求量变大。今年的茶花是无够卖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